大家好哦，今天来介绍这个花莲光复乡哦，这个马佛这里哦，西富村西富路的小笔建地哦，一般农业系的甲种建地，建蔽率是60%，容积率是240%。哦，我们的土地哦有78.35坪，售价是390万。我们的土地面宽13米，深度是23米。现在圈起来这个土地哦，这个有一条路从这个右侧这边穿过哦，啊，这个我们的地主哦说。这个我们还是一样正常买卖哦，我们会把这个土地的那个路哦，把它排除哦，请大家放心，这个路哦，大概占了我们的土地哦，有约24坪左右哦。那如果扣除这个24坪，我们实际上的坪数是54坪。哦，所以如果不能排除路的问题哦，我们就会把24坪的路的部分价金把它扣除，哦，给大家了解一下。这个现场看一下哦，哎，我这壁街啊，这街头一只，哎，这右手边那个一间破厝啊。哦，这个就是咱的土地啊！哦，咱即摆行这路嘛是咱的要卖的土地。哦，这隔壁新的围墙我拢做起来啊！哦，即摆我行到这个，就是这个有争议的位啊，就是这开始的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围墙啊，这吼，我即摆骑这个路吼，迄就是即摆要到开始到白条的位啊。哦，这人的私有地哦，给人创路哩行是来无理。后壁的邻居哦有两三户，因也同款后壁有路出入，哦，无应该用咱私有地的土地来作为方便之处啦。这就是这现场的那个状况哦。那个红色，那就是咱即摆要卖土地哦。啊，黄色圈圈哦，这就是这邻居哈。哎，我即卖蓝色箭头这啊，这后边都还阁有路嘞，伊都爱用行头前这哦，伊想讲要就近啊，行较近的路，这个人的那个习惯嘛哈。所以咱即卖甲这个路应该要甲导正哦，对无？这就是有路啊，有路会使行，并不是无路啊。我即卖这咱嘞。土地吼，到迄个光复车站大概是差不多7分钟的时间，吼，车头，遮附近啊，商圈拢伫遮，吼，迄个买物件有迄个正一综合大卖场，吼，啊，这个是光复农会生鲜超市 7-Eleven， 吼，全家，啊，佮有迄个。光丰农会信用部哦，邮局哦，生综合市场哦，加这个加油站哦，生活还是方便。以上的介绍，哈，哪有问题，还是打电话我，欢迎你来看土地，我带你来看土地，带你来买土地，教育会使讲价，我是
永庆不动产林义伟，我的电话是0932199179。啊，我顶关有迄个 QR code 的码，你会使扫码加入 LINE， 谢谢。